在这一边我们要看 interference of water wave，然后还有那一个 light 跟那一个 sound wave。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到我有 S1、S2 两个 source。然后我们在课本的下一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其实是这样的东西来的。OK，然后它是这个是它的 pattern of 这一个 coherent source。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一边有黑的、有白的这样的一些地方这样，然后它就有灰的这样，OK，它是 uniform gray color line。然后我们还有 bright area，OK，然后我们在这一边呢，它的山峰加山峰会变成两层的山峰，山谷加山谷会变成两层的山谷，然后这一个都是属于 constructive，因为它合起来变成更高，或者合起来变成更低。然后这一个呢，它的是dark area 啦，然后 gray area 的情况之下呢，它就是山峰跟山谷合起来，然后它就平了，所以要么它就是很亮，要么就是很黑，这个是 constructive 的，然后灰的地方呢就是它 destructive 的地方，OK，它不深又不浅，这个一个是很深，一个是很浅，然后在我们的这一种 source 的时候呢，我们像这一个蓝色的。是深蓝色的，是它的山峰，OK，蓝色的这一个是属于它这样的，然后红色的也是属于这一个的，实线是这样，虚线是它的山谷，就是它 destructive 的，这一个是 destructive 的，不是，这一个是它的那个，这一个是它的山谷，然后这一个是它的山峰，这一个也是它山峰，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山峰跟山峰在一起，然后它这一个就是属于这一种了。这一个是 constructive 的，在这一边，这一个也是 constructive，然后 constructive，constructive，constructive，然后这一些都是属于 constructive 的。然后过后呢，destructive 的是一个山峰一个山谷，一个山峰一个山谷的时候呢，是属于这一个，然后这一边是山峰山谷，然后山峰山谷，实线虚线，实线虚线，实线虚线，实线跟虚线之间这样的。实线跟虚线之间重叠的这一些，OK，然后我们要小心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小心的是属于山底跟山底的，山底跟山底的时候呢，它就是你看这一个，你看它这一边，它的虚线跟虚线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一个其实是 not 来的，anti not 来的，OK，然后这一个是属于山底跟山底之间，山底跟山底之间，所以它也是属于 constructive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，这一个是属于 constructive 的，然后这一个是属于 destructive 的，OK，然后然后这一边，好，来，所以我们在这一边我们要小心哦。然后 constructive 的时候呢，它是 anti not，然后那个 destructive 的它就是 not，OK，NODAL northern line，not，OK，然后 not 呢就是没有咯。OK，ending not 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有咯，所以这一个是有很高的或有很低的，就是 ending not，然后平的就是 not 就是没有的，OK，destructive 是 not，然后我们有 interference of light 的情况之下呢，在这一边它就有screen with light from a laser pen，然后 diffracted light wave that appear from the double slit are coherent，它这一个是要 double slit 的。然后 superposition of wave from the double slit produce a pattern made up of bright and dark. Okay, constructive produce bright，然后 destructive produce dark。所以它的光的那一边就是它就有那个constructive 跟 destructive 哦，所以这一边是 constructive，就是亮的地方，这一边是 constructive。然后黑的地方呢，都是它的那个 destructive 的地方来的啦。Okay。然后，当我的这一个sleep 的那个 distance 我开得比较那个 small 的话，它就会变成这样。然后它的那一个separation of sleep 的开得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呢，它就会变成这一个东西。OK，然后这一个它的 double sleep，OK，这一个是什么东西啊？double sleep 它是那个double slit 的那个的，它其实是导线来的，我过后再找影片来给你们看这个东西。然后我们的声音的情况之下呢，它也会，两个 speaker 的话，你会发现到有某些地方是很清楚，
然后蒙很清楚，蒙很清楚，蒙很清楚，蒙这样，OK。然后这一边呢，是因为 sound wave 我们看不到，但是我们可以听，OK。So 它在 constructive region 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听得很大声，然后 destructive 的时候呢，听到很小声，这样，OK。然后我们可以用 CRO screen，CRO 我们在 Form 5的时候有学到这个东西，就好像那一个什么，我们在医院看的那种青色的那个滴滴滴滴滴滴的那一种，OK。好，来，重点是这个。